大家好，我是广东文旅推广大使曾小敏。粤剧是我成长的一部分，亦都是我心灵深处的归属。从港府的传统音韵到现代舞台的精彩呈现，粤剧更是我们岭南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演出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一文化的独特魅力。粤剧它不单单是表演艺术，更是我们与历史与故土的深厚的联系。活力广东时尚湾区，我为广东文旅打 call。